我想有一个更好的爸爸，一个可以跟他正常交流的爸爸，一个能听懂我音乐的爸爸，一个不需要我大声说话就能听清楚我说什么的爸爸。我说什么说啊，你又听不到。想听清楚我的琴声，爸爸说，即使有一天他完全听不见了，也会永远记得我的琴声。